谢谢大伙儿啊。嗯，你看这又是一个节目了。刚才是我的两位师叔啊，刘春山和刘哲大辈儿。哎，我很少把他们俩同时放在一块儿提过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俩原来不在一块儿合作。说得非常好，是啊，这都是我们非常崇敬的相声演员。嗯，一个新编传统，半新编半传统的一个作品啊啊，叫出口成章，让他们下去休息。这场呢，又把阎鹤祥换上来了，把咱俩换上来了。哎，咱俩上来那个功用不太一样，怎么呢？您上来呀、啊、是说相声、嗯，您呢？我上来是听相声，是吧？您怎么敢？是吗？他们让您下去听的意思吗？不不不，我连黄牛说这样就让我往台上站，你知道吗？您怎么会听相声呢？因为我喜欢相声，当然了，以前也曾经从事过相声。您这是穿越到几年以后了，是怎么？不不不不，并不并不，就是刚才这人家这一个节目演完啊，我就痛下决心，嗯，不说相声了。怎么这一场就说成这样了？怎么您不干嘛去呢？您我以后要更大、更广阔，星辰大海，知道吗？嗯，那是我的前途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说相声这个就给我拘在这地儿，那不行，屈才了，屈才了。嗯，还相声演员？嗯，你见过一年就开四个专场的相声演员吗？还有那个一年一场都没有的呢。啊，是你别说他们呀，对不对？你说咱，你看人家，你看人孟老师四十多场，你看都多厉害的，知道吗？那都是我崇拜的演员，嗯、都是我爱看的演员。嗯、你也一样，又说相声又讲评书。我一年就四场，那不一样吗？你评书不还多呢吗？啊，那我变五场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就挺好。嗯，我觉得就是干点别的也一样嘛。您还能干嘛呀？你看不出来。没瞅出来啊，你没看出来我还能干点什么别的？这我看哪能看得出来、啊？这个看模样怎么能看出会修脚来呢？这谁的观众这？长得帅呢？是不是？啊，你要不说谁也不知道，你给大伙讲讲。我啊，致力于科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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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把嘴里的袜子先拿出来，是不是？嗯，什么叫科学啊？科学家呀，科学家，科学家，你甭管学谁，你知道吗？科学家啊，您又改科学家了？科学家，嗯，导师是导师，知道吗？我说那教授才导师。导师，哎，教授可以，哎，不喜欢这名啊，教授。哦哦哦，你看，今儿还学一个教授，对，以后我就教授。这什么反应？这是？哦哦，你们说禽兽是吧？跟那还是有点区别的，知道吧？教学问，教能耐呀、啊，知道吗？哦，您这怎么又科学家？科学家教授？对，天文地理，什么历史人文，没有咱不知道的。这您新的人设是怎么样的？是，我那叫叫人设吗？那个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这就都是能力啊，有这个学问。对啊，对，这一直我让相声给我掩盖住了。是啊，本来这身能耐，我发明家呀。还搞过发明，大发明家呀！哦，好多那个科学成果谁研究的？嗯，我，嚯，我，你都不爱，都不信，我都不教给你。行，您讲讲，就除了那自动刮胡子机以外，您还发明过什么？那个不是，那不是给你爸爸弄着玩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就回我爸爸，你对吧？别的也有啊。嗯，简短说吧，你看啊，克隆。哦，克隆我知道，克隆知道吗？知道，我的。我研究的不是哪克，这克隆是个孩子是怎么着？这是谁们家孩子叫克隆啊？不是就我的严克隆，你是？我就知道这个有一马克隆，你知道吧？严克隆我不知道。不是克隆，克隆这多大一科学成就？这是您的？我研究的。啊，他们克隆什么？克隆羊？对啊，多利，对吗？啊，是那有一只羊，对吧？这羊可能比我岁数都大啊。啊。那克隆羊，嗯，我研的比他高级。您克隆什么呀？克隆人。哎，这您不能瞎搞啊！人家网人都批判这个。批判什么呀？就克隆人这个违背有悖人伦，是不是？伦理道德。那他们弄不出来，弄不出来都说没有，知道吗？哦，他们也跟说相声似的。哎，对，他们也黑嘴党，他们都是，知道吧？我不一样。您是真会这克隆人。克
这样空口无凭，简单，我举例子吧。举例子就克隆人，给大伙儿三言两语把克隆人这个奥秘给讲出来。三言两语就能把克隆人给他们说明白？回家都能做去，克隆人没问题。我知道吗？啊，比如说啊，咱比如克隆谁呢？啊，克隆你吧。哎，我一猜就得克隆我啊。嗯，克隆你。克隆我。杨永祥。嗯，杨永祥，他为什么要克隆他呢？为什么呀？这是你的这个粉丝投稿。哦，粉丝们说的。对，你的热爱你的观众朋友喜欢你啊。啊。哎呀，他们最近呢在家里看这个天气预报。嗯。然后突然得知呢月底，然后杨永祥可能要去世了。对。哎呀，你先着急呀、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壮壮没有了。也没有啊，什么？咱先不说别，天气预报，预报不预报，我先不提这个、啊。凭什么我就得死？我的粉丝心愿吗？这是粉丝吧？这心愿强吗？一会儿荧光棒什么都拿起来了。这没听说过。希望你那样。这天气预报也不报这个。天气预报怎么不报呢？天气预报报我没有。报最近不是多雷雨天气吗？不是。我遭雷劈似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就完了，你一下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就月底吧，月底，杨永祥在太平洋上。哎，让雷就逼死了，大伙儿着急呀、啊！我没事，月底上太平洋是干嘛去了？我就太平洋那儿有雷呀、啊，就上那儿去呀、啊。哎，年底去了，嗯啊，月底去了吧？啊，到太平洋上去了。啊，完了之后咔嚓劈死了，这不行啊！你这观众不干啊？嗯，非得再来一个呀、啊？啊，对，还得广州还得办呢，还得、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是啊，得克隆一个壮壮。对呀、啊，找我来了。嗯，找我来了，我得克隆你啊。对，我好好我得楞，我来吧。对，怎么克隆啊？啊，你讲讲。直接，我家有个实验室。哦，你家实验室？实验室直接就克隆就开就办了，就你租的房子是吧？对、哦。嗯，跟那儿去。嗯，我家都跟那个小实验室一样啊。嗯，都是无菌消毒的，都是。嗯，哎，给你往那儿一摁是吧？嗯，这边我那都有道具，都道具。道具。哎，针头。哦，针头是道具。对，就用的使什么？嗯，哎，针头。嗯，完了还有一根胶皮管子。啊。往后听就不欧了，知道吗？这胶皮管子呀、啊，那说不准，我跟你说，杵在针头上，哎，杵针头上，啊、给你就卫生间，知道吗？哦，还卫生间，往那儿，您这都卫生吗？您这卫生间能不卫生吗？嗯，对不对？你就把着这个洗手池子，嗯，哎，我这儿赶紧这针头顺着你这血管，噗，捅进去了，旁边赶紧这头啊接到那个浴缸里头，知道吗？得放血呀、啊。哦，还放血？可化验吗？化验吗、哦？要不我克隆谁呀、啊？嗯，放血，哎，这弄过来不行，你血还太黏，你知道吗、嗯？这血弄不出来。你们看过那个给鱼换水没有啊？哎，你就找着这头往嘴里，您这都卫生吗？您这？哎，就都倒进去了。嗯，咱也别抽太多啊、嗯，大概抽80斤血吧。好嘛，那不用去太平洋，知道吗？啊、我直接就死在这儿了。怎么抽80斤血像话吗？少了怕弄不活呀，那就还得少来点的。8斤吧，好吗？8斤。失血了一会儿。回回手，8斤。8斤也够瞧的了。5斤，我是让两回，还两回价儿，差不多你。您这叫吃血豆腐。5斤。嗯。哎，赶紧夸，弄好了，来5斤，装盆里头。嗯。这盆拿出来，赶紧就是热乎啊，就是热乎、嗯。往里搁点盐。嗯。哎，点点酱油，来点味精，照一个你最近的照片、嗯、哎，撞着那个照片哎。往里一搁，上锅蒸，蒸50分钟，揭盖一看，小严和祥，对，哎，这不就小壮壮？我刚才就说没，这不就血豆腐，这不就是？后来那个卖血豆腐把这克隆人的方法卖走了，行了吧？后来叫卖血豆腐。你说毛血旺好不好？哎，你那不行，毛肚还得骗出来呢。你就说，你看你这些个克隆，这是技术，谁设计的？我。就您这是科学发明啊？这科学发创造啊？这胡天、啊，知道吗？发明创造还有啊，主妇的福音。啊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！我给你爸啊，我给你爸弄了一个那个全自动刮胡子机。嗯，给你妈也弄一个。嗯，你妈没胡子呀，怎么办呢？嗯，你考虑到家庭主妇嘛，在家待着很麻烦，嗯、哎呀，又得什么做饭呀、啊，然后又得什么养花啊，又得出去接孩子带孩子，太累了。那怎么办？节约你母亲的时间啊、嗯，给她弄一个自动蒸馒头器。自动蒸馒头器，蒸馒头多费劲啊，在家啊、嗯，和面。对吧？和面完了之后还得醒面，嗯，完了上锅再蒸，你还不一定蒸得好啊，对吧？你那暄暄腾腾的，那个多好啊！嗯，我这研究的自动蒸馒头器，这怎么自动蒸馒头器？这仪器好看啊！啊，这仪器是扁平的，啊，扁平的，前面一个圈啊，后边一个圈，哎，中间有一大梁，这梁上呢有一座子，前面梁上有一把，这底下呢有个脚蹬子，哎，自动蒸馒头器弄好了，不这不自行车吗？这不哎，对。
也到这自行车怎么自动蒸馒头器呢？你骑这个买馒头去啊。啊，这么个自动蒸馒头器是吗？你要自动包饺子机也是这个啊，也是这个，都解决了。这一个外卖全解决了，知道吗？是是什么自动啊？这我研究的。啊，您研究这？这都我研究的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搞这发明创造太方便了。嗯，方便大伙儿。您再说说。也方便我自己。嗯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最近我的生活比原来不一样了。您什么生活？最近好家伙，我比原来有质的飞跃啊！啊质的飞跃。怎么了？有钱出去玩去。你也出去玩去了？我也出去玩去。哇，没你那么远啊，没你那么远。我就跟前儿什么那个青城山呀、峨眉山呀。哦，上成都玩来了。哎，好山好水好地方嘛。嗯，喜欢来呀、啊，上这边来。嗯，上青城山转转转去，转转去。嗯，开着新买车了，我又新买车了，知道吗？嚯，豪车。什么车呀？超跑，这见过？看见过超跑？我没见过超跑。豪超跑，捷达。对。哎，您让人家坑了，你这没见过吧？捷达有超跑吗？你坐的低一点就超跑，你管那个呢，你知道吗？开车、嗯、哎，玩青城山，玩吧，峨眉山啊，这都是通过我用知识产生的财富哦，那都是我赚来的钱。哎呀，知道吗？最近、啊、新得一千万。您啊，拿着一千万买着这车，然后这一趟再去这儿旅游。哇，哦，嗯，这是钱怎么来的吗？您说说。这钱拿脑子赚的，拿脑子赚的。脑子有智力。对对，你就差一点、啊、你没有、啊、知道吗？就前几年吧，前两三年，嗯，那会儿离咱不远啊，嗯，有地儿叫美国，你知道吗？美国，哎、你这什么发音呢？美国啊，美国，哎，就那儿，就那儿、啊，就那破地儿，知道吧？嗯，哎，最近，手上那儿去了，哦，去美国，美国，美国有一德州啊，我知道，了解吗？德州，嗯，出两样宝啊，嗯，一个是扑克，一个是扒鸡，对，是吧？您说这是山东德州、啊，哎，你贺新今天。有德州，也是哪儿的人都有。今天啊，你看看，好，德州也好地方。德克萨斯州，德萨一个意思，跟咱学的，你知道吗、啊？德克萨斯州，嗯，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城市叫达拉斯，哦，首府、啊。这你知道？我知道，达拉斯。嗯，在这个达拉斯的这个春熙路上啊，出现了这么一起。太古里就在这边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您还是没出成都，知道吗？怎么？达拉斯有春秀路？春不是什么春熙路？哦，春。春熙路、我也不熟这地方。北京春秀路三里屯边上，你知道吧？多悬啊！春熙路，春熙路。朋友们，这不赖他，我跟他对话时我也说错好几回，你知道吧？春熙路，春熙路，记住了啊！嗯，这好地方，这在达拉斯，相同于成都春熙路的地方啊，就市中心，对，繁华的地方。嗯，在那儿啊，突然间长起来一棵树，突然长。突然长，前一天晚上什么没有，嗯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噗，马路当间儿，啊，长起一棵树来，嚯，这棵树太可怕了，什么样？没有树叶，哎，这很奇怪，奇怪不奇怪啊？没有树叶，是啊，拔地而起，嗯，都吓坏，嗯，民众都造成恐慌了，啊，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呀？对呀，哎呀，给这特朗普急的呀，直薅头发呀，本来就不多呀，对呀。这怎么办呀？这个、啊、着急，嗯，得亏啊，这个特朗普有一个贴身的秘书，那就国务卿啊，白宫第一秘书啊，叫大美丽。对，这个大美丽，你这个故事编的都不可信了。这不大美丽，这是白宫的人吗？怎么不是白宫？怎么不是白宫？你不知道啊？嗯，大美丽，大美丽，大美丽说了啊，说这咱们国家不行，嗯，没有那么些人才，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呀？对呀、啊，在遥远的东方啊，泱泱大国，嗯，中国。嗯，有一个了不起的大科学家，谁呀？凯文郭，在下。你把您这英文名也暴露了。哎，嗯，我，嗯，郭麒麟阁下、啊，哎，我是这个大科学家。嗯，把我请过去，这事儿我就能给他们解决了，就跟美国人解决。哎，哦、对、嗯，赶紧吧，赶紧吧。凯文郭，对，凯文郭，嗯，派人。把飞机给我拉过去，嗯，我都没下飞机啊，知道吧？我在飞机上面，我低头一看，就这东西啊，拿个对讲机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哪颗哪种？我一讲，哎呀，给他们吓的，哎呦，说的满是那么回事啊，特朗普眼泪都下来了，是跪地邦邦冲天上磕头，哇，这你喝你太好太棒了，这也太了不起了，解决我心里一个大疑惑呀，嗯，当时给我一千万。这是知道这么一给一千万，已经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就说这是什么，就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对不对？说就屁城边上吗？就这个吗？对吗？嗯，哎，不能在这跳，你往前再等一会儿，到学校再跳，你知道这不行。
我一看我都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我一看，哎呀，太棒，他都知道。完了，给1000万，帮忙磕头。你说有能耐挣钱就是快，你这玩意儿咱回来，咱不马上咱青城山咱玩一圈吗？对不对？你也没什么大志向，可以捷达。哎，你看，没高兴，赚钱了，赚了。而且据我听说啊，我花点钱打听一个小道消息，什么？大概可能也就是明天。明天？哎，明天啊，明天有一个大事儿。什么大事？大事儿。哎。取消了，那个活动已经取消了，知道吧？活动取消了。凭什么呀？取消了，取消了。演员都让我扣住了，你说演员让我扣住了，没看到。明天啊，朋友们，听我讲，在这个锦里，哦，这还是这儿，也得长这么一棵树。哦，拔地而起。啊，树好，挺高。完了，不长树叶。这个你想怎么办？这是不是也得有人知道？哦，也得问啊。哎，到时候我去趟趟。一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儿，哎，人一听高兴，马上又给我1000万。哦，明天朋友们，哎，那您给讲讲这怎么回事呢？就长这棵树，怎么这么突然吗？这么突然吗？就是我就问一下，我聊天嘛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问的可真随意啊！你问的这，就是聊天嘛，就问问，怕什么？不，这东西不，这跟那个克隆和自动蒸馒头器不一样。那我没学着什么，知道是吧？那个说就说了，这不行，这是钱，这是钱，1000万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倒不是为挣钱，我就是学习科学知识。我就想怎么回事呢？你看你这会儿学习科学知识了，刚才谁跟着就你这好科学家，你行吗你？我是这模样吗？是不是？我还美化了呢，你知道吗？你我不你又这样吗？一脸瞧不起，觉得这我不会。现在看1000万，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？他不是关键我。不是，我就学学嘛，要能学再挣钱，这不更好吗？你给我讲讲。我这么告诉你啊，这个事儿啊不是什么秘密。哦，我说出来，你要真想学，可以学。是啊，对吗？咱是比如说掌握一个什么科学知识了，啊，你非自己藏起来，到你死你也不说出来，这不叫科学，都绝了就。对不？咱这不行，我得让这东西传承下去。啊，你得给我讲讲。你愿意做我的传承人是不是？我愿意。好，这话这么别扭。就是什么继承人还是什么叫什么？不，反正就是我跟您学，我跟您学，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。啊，您教给我好不好？啊，你就真想学？我真想学，可以。嗯，你要真想学，我也可以教你。嗯，您咱也怕咱这根儿绝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啊，真是，这现在是谐音梗的不可乐了，朋友们知道吧？这你想这个 啊，这个树没有叶儿。嗯，那我问你，你是应该想怎么学？你是说想我当时怎么学的，我怎么教给你？还说我就给你一个眼神，你自己体会体会。你给我眼神，我能体会出什么来？我就看，哎，文文啊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赶紧自己回去研究去。这一个眼神怎么86？你这眼神我体会不出来。您就是您怎么学的？您怎么教给我？我怎么学的？我怎么教给你？哎哎，我可提醒你啊！啊，我是给别人当儿子学来的。不是，那你说就咱俩这个关系，那就不用当了，少当2天。对。您说学这么一玩意儿，给您当一辈子儿子，您说这，当一辈子儿子，你说这，呸！什么演员呢？美死你啊！我这还美啊！给我当一辈子儿子啊！哦，我出去天天外边苦熬苦夜赚完钱，你在家一拆药，我要吃饭吃饭。我是这个模样。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您这意思，这好便宜让你占走，那不行啊！哎，有的是人家给我当儿子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行，是指干嘛？你那不是好多后台的好朋友，嗯，你不行，嗯，你就当这一会儿吧。哎，行，那更好，好不好？哪说哪了，就是你，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，嗯，那你突然间，哇，爸爸，我学会了，哎，这就完了，到这儿就结束。好好，太好，好不好？嗯，那就这样。行，当然了，嗯，以后万一啊，你要是忘不掉咱俩之间的这个情感啊，哎。走在大街上看见我了，嗯，心里有点善念，嗯，过来冲我一鞠躬，爸爸，您干嘛去呀？我去超市。哎，这就先占我一个，对不对？不光你，你还带着你干妈一块占我便宜，是吧？这辈分都对吗？你这要这样，要这样，我就不教了。您别，你叫你别理他们，他们这都观众。您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哎。告诉你，行，你告诉我，告诉你问题啊，嗯，这个怎么学？为什么说要有这个、啊、这个父子关系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咱俩得合作演这么一个戏。哦，在人物里。对对对，啊、要演戏。嗯，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德州，啊，
哦，就还是美国，不，山东德州，你知道吗？就在德州，这回德州了。对对对，这根儿就在咱这儿、嗯，要不然我也不能会啊。嗯，这个德州啊，嗯，有这么一对父子。哦，这个爸爸是一个老学究啊，哎呦，特别的有学问。嗯，儿子呢是一个大学生啊。这一天呢，赶上这个放假回来了、啊，回到家跟爸爸一块下地务农去。哦，务着务着农，突然间抬头一看，前面有这么一棵树。嗯，这棵树光有树干，没有树叶。嗯，他很好奇，就问自己的父亲，他父亲，那他老学究没有不会的呀？嘡嘡嘡嘡，哎，一说，他儿子算明白了。你想，你要演这个儿子，我演父亲，我一说你明白了，你不就会了吗？那这挺简单的，很简单，来一个，来一回啊，好不好？来一回、啊，那咱得化一化妆。怎么要化妆啊？哎，你咱下地务农干活啊，啊，它很累，太阳也很晒，很辛苦。哦，咱得包一包头，我、哦、头还包。对，包一包头。嗯，那我跟着您学是吧？跟我学、啊。哦。这怎么？这叠三角，这还？我也好些年没弄这个了，来一下啊，嗯，记，知道吧？弄得我像伊利丹似的。咱这好像不怎么吉利。我的刘海好看吗？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。我来不了这个，往里塞塞啊！哎，为什么戴这？主要就是太阳太晒了。哎呦，回头我怕呀，给咱这脑袋呀晒化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。嗯、可以。哪儿都有欢呼的，现在。你看，要说开心呢，还得多办专场。嗯。来啊。咱们手里还得拿一把扇子。这干嘛呀？这个是这个耪地的这锄头。哦，就咱是农民嘛，对，嗯，农民下地干活啊，拿着这锄头，哦，扛在自己肩膀上，就这样儿，哎，这就开始了，哦，好吗？那咱来一回，这就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嚯、哦，挣钱了，这开始啊，嗯、咱俩是抬棺材呢，这怎么？不吉利的，干嘛呢？你一演我一演的这儿，我看看你用没用心。我准备好了，是不是认真了？我认真了，那就开始，开始了。嗯，今天我有事儿了，这什么味儿？你哪儿听出好来了？这个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你唱着什么味儿？你这等会儿是什么呀？这干嘛呀？来不来？来不来？多难听！怎么了？我唱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还唱这个呀？学个这个？劳动号子呀！你下地干活，你不得唱上歌给自己打打气，然后干活有劲儿吗？哦，这还跟你有关系？废话嘛！那我怎么办啊？跟我一块儿唱啊！我跟着您来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来来来、啊，想学不想学？想学想学。一千万啊！嗯今天我有事了，今天我有事了。撂撂撂撂！啊，我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啊？没事，咱撂下，咱别干了。那歇着吧，那就能歇着吗？不，你让我跟着您唱，你跟着往后唱，唱第二句啊。二一句什么呀？二，哎呀，你不明白啊？第二句是。前缺胖胖地儿哟，不是你没事，合着我胖地儿？你不是儿子吗？儿子就胖地儿是吧？对呀，不讲理。生理菌嘛，对不对？前缺，打头来呀、啊！哦，劳动号就从第二句开始唱。嗯，今天我有事儿喽，前缺胖胖地儿喽。来在了地头上，嗯嗯，什么玩意儿？前去胖胖地儿哦。别唱别唱，咱家多少地儿让你胖啊？怎么这么大地儿呢？你看看，那不都是人吗？那不都是？这不您说吗？前去胖胖地。我唱完第三句，你得唱第四句呀、啊。
第四句什么词儿啊？你不会呀、啊？废话，我会，给你当儿子呀，还。教你啊，教你啊。啊，你教给我。第四句啊，嗯，有一个动势。动势，动势啊！因为啊，这会儿你就已经发现目标了。哦，这就看见了。突然看见在那一边啊，这个树就长起来了，就在那儿。哎，哦、啊，你有一个发现。哟，有一这个，是吧、啊？紧接着唱第四句。嗯，瞧见了树没有叶儿了哦。哦，这就看见了。就看见了。哦，紧接着别着急啊。嗯，还有几句白口。什么白口啊？哎，跟我学啊。嗯，听着，瞧见了树没有叶儿哟。啊，放下了锄，一锄二锄两三锄啊，刨在了地头，戳下了锄，嗯，不用锄。不是，我就这个昂是什么意思？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啊！这是为了闪一眼呀，落在板上。好，这破玩意儿还有板有眼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嗯，咔，这个树，打头来呀、啊！哦，来来来，剧情不连贯，你进人物没有啊？嗯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有事儿了，前去碰碰地儿哦，来在了地头上，嗯。树木有印儿喽，放下了锄，一锄二锄两三锄啊，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，嗯，不用锄。什么都得学，你这。我说，男的儿子。到广州啊，我死活不演这节目了。我说，男的儿子。你说带上都不挨着。我说，男的儿子。我到广州，我给您来个。男、哎、的儿子。叫干嘛你、啊？我叫你呢，我。哦，您这是叫我呢。废话，你得答应啊。我怎么答？哎 ，A 就完了。那、啊、怎么了？不行，不行。你定点定。A 不行啊。那、啊、这 A 怎么不行呢？啊，我说话这么怯，你说话不怯啊？爹怯而不怯，看着他不像亲的。本来也不是亲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不行。那我应该怎么答应？你这么答应啊？我、哦、紧接着啊，嗯，还得叫我，怎么叫你？你叫拿爹爹呀、嗯。没事，我不知道，就从那儿找我一会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叫我叫了我之后、嗯，你还得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嗯，倒去倒去。怎么倒去呢？你这么说呀？啊、嗯，说那不是你的儿子，拿他娘是嘿嘿嘿嘿嘿的儿子呢？这就是报应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太阳是太足了。啊，反正我就叫您就完了呗。对，你就这么叫。阿弟爹呀！哇，别忙，啊、打头来，从头开始啊。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前去碰碰地儿哦，来在了地头上，嗯。树没有印儿哦，放下了锄，一锄二锄两三锄啊，趴在了地头，戳下了锄，嗯，不用锄。我说拿你儿子到这儿了，我，俺不是你的儿子，俺的是他娘谁谁谁谁谁的儿子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叫叫叫我叫我。哎爹呀！哎呀，我说男的儿子，哇，你叫爹做嘛呀？我踢死你！我，你这是踢吗？你这个，你说叫你干嘛呀？这占了这么多便宜，我就问这树怎么没有印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你折腾我干嘛呀？我说我这剧中人物不知道啊，你问我了吗？哦，还得问你？你没问啊？哪儿挨哪儿啊？上来啪给我就来一下。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这你现在还是我儿子呢？这要不是你，是不是还得弄死我呀？你得问啊！我怎么问呢？你说哪里爹呀？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儿啊？你问问我才能告诉你、啊。这就告诉我了是吧？对呀，啊爹爹呀！王，别跑，打头来。
今天没有事儿哟，姐去帮帮地儿啊。来，在了地头上，看见了树木有印儿啊，放进出一出二出两三出啊，抛开地头撞进了出，不用出。我说那的儿子，妈，俺不是你的儿子，俺都是他娘的谁的儿子呢？那还有事儿吗？俺爹呀，爸。俺爹呀，俺爹呀，你有完没完的？我说俺的儿子，哇，你叫爹做嘛呀？俺爹呀，那个树他怎么没有印儿啊？你说哪一棵？哪一棵呀？眼巴天这一棵呀？说哪一棵呀？对呀，你要不傻小子怎么了呀？那是电线杆子吗？但是我去你的。